Every day you're different. Every day you're growing. Every day you're better.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how to find your own voice, how to trust it too.欢迎来到艾莉西亚·凯斯的大师班。这位排行榜冠军的歌手加入了线上教学网站 Masterclass 的行列，他将分享歌曲创作和制作方法，从如何写歌词、录音到完成一首完整的歌曲。热爱音乐创作的观众，请上网查询大师班网站上的资讯。Chess isn't always competitive. Chess can also be.Beautiful. 由影星安雅·泰勒·乔伊所主演的网飞热门影集《后翼弃兵》是网飞平台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影集，全球共有6200万家庭在首映的28天内观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网飞并不经常向大众发布他们的收视人数，因为这也是商业机密。另外，网飞还指出，民众在谷歌上搜索如何下棋达到了9年以来的最高量，而在西洋棋专门网站 chess.com 上的新玩家数量也增加了5倍。东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